用，这牌子要用的。妈的，那警察局啊！警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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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警全在打人家，请大家上台。警察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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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警察局
能划拳的。往左边移，往左边移，往左边移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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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心，往左边移动。好，他进去，他可能不走，他只会上面去，然后就跑，就危险，可以把他拉。你既然觉得你可以做，那就做，好不好？我刚出来啊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，用枪啊，用枪啊。
好不好？拜托。
去小心啊，不好意思。中华航空，没危险啦。高雄中华航空，医疗没危险。杨东林，你报不到啊！我真的没问你，我不管你几台几次，我现在继续救人。我们三个人而已，一个医师，一个紧急救护人员，跟一名律师，让我们三个人继续救人，可以吗？先这样推。OK， 那我一起跟律师进去。你们不要做违法的事情，你要遵守吗？违法的事情你们还要做吗？我们早就要遵守了。先推，先不要上次救了你，你们还要遵守？我要你，你这样是有罪的。我真的没有跟机场警察玩，我一个人进去而已，我一个人能到，对你们造成什么？你们对我搜身都没有问题。我要就死在电车啊！对，我身上没有任何危险的，没有任何危险的，我一个人进去而已。那我进去把病患带走，就这样子。我要求就这样子而已，这样子的要求很超过吗？他在我前面。好，那你要给他拍啊！叫出来，叫出来！给我打给静文，静文。陈先生，你看我的颜值，不要看我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在那里呀、啊，我变中心不能，你都在那里呀、啊，我知道你也是男生，不一样，我们每个人都一样。可以，我真看到我，让我进去，我一个人而已。他就在那边，我一个人而已。他站在那里根本不会去管现在这边小孩子，是不会不会去管里面受伤是警察还是民众。只要有人受伤，我就应该要进去。没有任何武装的部队或警察人员可以去违反人权公约，让民众在那边受伤，然后不让民众进去。警察先生，你看我的眼睛，请你直视我的眼睛。我的形象，你们往那边看啊，在那边啊。有光棒啊。有啊，这个当兵长在那边，对啊，你真的在为难你？方阳林分局长，你觉得这样的长官是对的吗？方阳林分局长，我是律师蔡依瑜，我一个人进去。被刑事诉讼法第95条规定，每个被告有委任律师的权利，为什么你不让我进去？你现在是违宪，你知道吗？违宪！违宪啊！方阳林分局长，既然你把蔡定贵、王义凯把他压在里面，他现在的身份有权利委任律师，为什么律师不可以进去？方律师进。方阳林分局长，你现在的行为是违宪的。违宪！违宪啊！方阳林分局长，请出来跟我们协调。真的，你们已经违宪了啦！他起他们的那个背带，他们背上上面有编号，没有放。他们什么不是那里上班的？方阳，你凭什么啦？里面的当事人，如果你是依宪法24条逮捕他们，那他就委任律师的权利。现在律师已经在这边，刑事诉讼法第95条规定，每个被告有委任律师的权利，更何况当事人现在受伤，医护人员、消防人员都在现场，三个人进去不为过，请你马上让我们进去，好不好？你们还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你这样子你也不接受吗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小心，小心！方阳林，你无权挡医护人员。他是也是政府公务人员。哎，撤出来，给我出来，干你女人！无权挡医护人员。这个应该会挡住位置。行，你行得去啦，你行得去啦。什么？多十包啦？你行得去啦？外邦人袂使你啊！救人要紧啦！你行得去？我们不用去跟第一线的、第一线的盾牌这些朋友拍起来上传 CNN 啊！我们要的是国际媒体知道。分局长出来跟我们对话，方阳林分局长上传 CNN 很难吗？你现在下楼了，我背吗？违反医疗法了，我们要进去。你看看吗？啊！医生吧，进违反医疗法了，这是最基本的人权。
看谁过来中心站怎么样，看看谁要出发单，看下路。